别人约稿约到手软，自己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约到稿。今天我们一看就会，就来讲讲有哪些靠谱的约稿平台，帮你快速入坑，从此数稿费数到手软。稿费快到碗里来，小画家们可以戳简介区下载 PS 跟赛的安装包，都是经过魏克军亲测最好用的版本，还附带很实用的笔刷哟。约稿呢，也要看水平跟风格。新手上路适合去一些审核门槛低的平台，比如画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上面不仅有个人发布的私稿，还有公司发布的商稿。个人约稿一般是头像类的，价格较低，比较适合萌新接来练手。商稿要求的精度较高，但是价格也会往上提，需要有一定的能力才能加油。这个约稿平台可以说是对新手非常友好了。具备一定水平之后，不妨去米画师试试。这个平台是比较热门的约稿平台，有着大量商家跟大佬入驻，但审核方面较为严格，需要有完成度高的图才可以成为约稿人。如果已经是巨佬级别了，那就去 P 站发图吧。 P 站的传播力度大，作品容易被看到，能更大范围的开启约稿模式哦。能力越强，世界才越大。上面几个平台都属于明码标价一对一服务，其实还存在着别的稿费形式。在晨光游戏、异次元、站酷里上传的作品可供付费下载，他们都属于一稿多卖、薄利多销的类型，但每个平台都会有明显的风格需求。像晨光走的是古风厚涂类，异次元是古风赛璐璐，而站酷是商业插画，要根据自己的风格选择适合的平台上传作品哦。看来约稿不仅有水平上的限制，还有风格上的要求，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。即使知道了那么多约稿平台，同学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把手上功夫给提上来，才能更快的开启约稿生涯哟。祝各位小伙伴水平越来越高，成为甲方爸爸排队撩约到的搭档。那咱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学画画就上轻微课。